十一、十二，还有啦，还有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哇，哇，哎呀，哦，好舒服。十七，你干嘛拿着牌摇喊呢？你为什么不用回转呢？十七。过，没有要用，三个，喊出来，七啊，已经满大，你看，哎，对，Apple，喊三个，如果是，那我们这样，喊三个你中，啊，我被打，敢不敢？好啊，拿哪一个吧？我喊十七啊，十八、十九，十八、十九，中了吗？干嘛啦？十七就中了，对不对？十二、十五。你喊十七，你要先打我还是我先打你？互打互打。你先打我，我再看怎么对付你。哎呦，对，他聪明了哎。因为我先打他，他一定会更猛的。对对对。你先打我，你先打我。我头好痛哦。等一下，很顺好啊。如顺好裙子，顺好裙子。还好吧，你都打到外面在鼓掌了，你没听到吗？鼓掌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他手没办法控制，是这样。他刚换新电池。哎呦，瞄准一点，不要打歪，不要打到杆子。不会，不会，我从来不会。可是我会，我再有可能会打你到杆子。开玩笑的，不要拉那么远。还好吧，舒不舒服？你看他表情，享受。对不对？我表情看起来也是享受的。在享受啊？没有。有。怎么样？还 OK。对不对？我打的那样，哎，这种是有艺术。艺术。哎，这是一种艺术。打奶奶。来来来。我好难得可以打奶哥哦。不用力，我打你哦。我再太用力，你会不会生气？不会不会。他改脾气改了。什么？我脾气完全没有。他已经改了。刚刚。好小力哦！洋洋被打了。好，这一次再聊聊最近的近况。我最近都没有近况。啊！有没有到甜蜜点？还好。他刚刚说什么甜蜜点？什么甜蜜点？二。你们很小，完蛋了。用牌，用牌，应该不会那么衰吧？三，三，不会那么衰吧？啊，四。五吗？五四，只能用一次吗？对，一次一次而已。对，四哦哦哦哦，五六七，六七，对，你是在害我？对对对对，他不然害谁？就只有你们两个，对啊，害他好不好？用了，好，那就用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六七，嗯，用了，啊，怎么了？中了，来八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打两个，你们说的，一只手一只手，一只手就好，他打两只手，我跟一只手就好，一只手，好好好，大力大力，打好，你们说要大力的，对对。节目就是这样，打太轻会被惩罚。节目的规则啦，选一只脚。来，我很怕痛。你很怕痛啊？一次你就免疫了。我很怕痛，真的吗？两只脚一起比较不痛，都没有打过。哎，你的姿势，你看不要举那么高。那个一号摄影师最近吃素，全身卷起来。你举那么高，他要开荤了。
知道吗？来，要打。哎呦，你怎么突然下楼了？下楼了？你怎么突然那么亲切？我们摄影棚怎么还有楼梯啊？啊，老板，今天真是